同学们好，我是研音乐的彤彤老师。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首歌曲是《红色高跟鞋》，完整曲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研音音乐学院获取。视频教学用琴呢是来自歌瑞拉的2001 Pro， 这是一款桃花心材质的全单琴。下面开始我们的教学。这首歌曲原调是一个 D 调，想要唱原调的小伙伴可以用变调夹夹在一个二平的位置，就是一个原调了。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夹变调夹，采用 C 调去进行弹唱也是完全可以的。这首歌曲非常简单，只需要用到四个和弦，分别是 F 和弦、食指、二弦一品、中指、四弦二品。接着 AM 和弦，直接我们在 F 和弦的基础上去掉食指就可以了。好， C 和弦无名指按在一弦三品。 G 和弦我们用食指和中指分别放在一弦和三弦的第二品，无名指放在二弦的第三品。整首歌曲都采用一个扫弦节奏，这是一个两拍的扫弦节奏型。第一拍为一个下扫，大，这是一拍。好，第二拍我们需要弹响三个动作，大，也就是下下上，最后这个下上动作一定要快速，下去了要立马上来，连起来就是大大。接着在带入唱之后，可以看到谱子上面我们是先弹奏再开始进行歌词的演唱。先弹的部分就是 F 和弦的第一拍，也就是一个下扫，从它的第二拍开始扫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唱该怎么去形容这一句了。该怎么去，好，唱到形容的时候我们换成 G 和弦来进行新一轮的扫弦动作。形容这个地方 AM 和弦底下是没有歌词的，一定要注意。第二句也是一样，先弹再唱。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。第二句的 AM 和弦我们将它弹奏了两遍，这首歌曲当中有很多段落都需要将一个和弦重复两遍节奏型，也就是将两拍的节奏型变为了四拍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根据谱子上面仔细的去弹奏。比如像到了我们副歌的段落，副歌这个地方起始句就是从主歌的最后一个和弦 G 和弦的第二遍开始进行演唱的。只凭直觉，你想我在被子里的舒服，却又像风触摸不住，像手腕松散这个红色高跟鞋后面我们有一个小小的间奏，也就是由我们 F、G 和 AM 和弦三个来组成的。 F 和 G 和弦我们只需要弹奏一遍， AM 和弦呢需要弹奏两遍，并且下一段的副歌就是从 AM 和弦的第一遍的最后半拍开始接唱。我来给大家示范一下。红色高跟鞋，副歌段落与前面的段落都是一样进行弹奏的。好啦，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啦，喜欢我们课程的话记得点赞关注收藏，我们家还有更多更丰富的课程可以联系我们哦。